你看那里好多，看到没有，满了，写满了，好像没见过李子一样。啊，我没有见过这么多的，你看，好红是吧？哇、哦，一串一串的。你今天特意来带我来摘这个吧？嗯，我都已经吃上了。你要摘吗？你摘子吗？对、啊。可以摘。不过。你看这个李子好好。好漂亮啊！嗯。看到没有？哇，好尖啊！一串一串。你到时候走一下嘛，还想吃哪个就摘哪个啊。好的。哦，你看到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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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知道发朋友圈。没有，我发给你朋友看的。这个三花梨好漂亮，你看。这是三花梨吗？这是三花梨啊。第一次见这个三花梨吗？嗯，我第一次看到见这么多的三花梨，一串一串的，你看。嗯、吃，随便吃，随便摘。看到没有？哎，你不要摸那个果啊！它果上面有一层白白的，你不要摸掉。为什么？它就这个李子，它有一层白衣的，你掉弄掉了它就不好了。好吧。就一生留着，你吃的时候把它擦掉就可以。你摘这个不行。那刚才是我摸过。你这个你摸过。这个是叶子搞的。你摘下来嘛。好吧。你把它擦开，它是很漂亮的。对。它这个李子上面有层那个果衣的，你看是不是很亮呢？看，马上就变颜色。对，所以说我有魔法，一定要保护好那层白衣。这样子、好吃吗？嗯，哇，好漂亮，好红啊这个肉。嗯，你看肉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过瘾啊！摘，随便摘，一边吃。嗯。好吃吧？好脆，好新鲜啊！这一摘一下就吃了。直接摘的肯定比外面买的那种要好吃。哼，自己摘的，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酸酸甜甜，但是不是很酸。能接受啊？嗯。像这个，最起码能吃五六个。哎，他原本有的这样吃法呢，就是把这个李子拿回去，撒点辣椒粉呢，把它切一下以后泡，放点那个糖搞一下。广西吃法，搞点辣椒。吃李子放辣椒。嗯，好爽。再加一个。你看，哦，还是在这个古月好。别摘别吃啊、嗯！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。对，正常的话，你看，哦，这个一碰掉了，这个有虫，不要，找这种个头大一点的，开心吗？这个，我就在想这样咬了，你看好多。是啊。哇、哦！你看这个个头啊，看起来都漂亮啊。好漂亮、哦。今天的李子大丰收啊，这个。一串串的这些梨子。哇，老公，你看那个杆杆上面都结的有，你看。不是吧？你看嘛啦，是不是那个杆杆上面都结的有、哦？是。哇，好大颗大颗的，好漂亮啊！